整天玩这种蛋糕游戏，真的吃不饱睡不好，是我也炸裂。我已经对吧？我已经没有睡很好了，而且 也吃不好，吃不太下。我这个礼拜暴瘦3到4公斤啊，有点暴瘦了，心态炸裂。所以我这几天不是状态不是很好啦，说实在的。不过我在开实况在跟你们聊天或一起玩的时候，我会过得比较好，我会觉得比较好，我会觉得舒服多了。你是不是没有好好的休息过，对不对？我就是睡醒就那个啊，我从南部回来工作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疯狂的榨干自己，到现在。干嘛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这边有好多枪哦。不会啊，我开台的时候跟你们讲讲话聊天，是我比较能放松的时候，这个时刻我是比较能放松的。我操！操你妈！拿狙击射我！哎，这边有个傻屌啊！我死了。你怎么了？死掉了。先杀这个。漂亮，前面有两个傻屌，左边一个，我子弹很多啊，可以先进我的。干嘛去学习南部人的原始生活？啊，心态炸裂，心好累，心态炸裂。有一个出来了，蠢哦！这边都一堆像滑鼠这种恐龙。三 QQ 看过滑鼠本人是不是啊？哎，那个 ZH 是谁？不知道，路人吧？哎，羞辱他们，羞辱他们，他们两个杀我，羞辱他们，羞辱他们，有个不行。哎，对对哦。要不要去哪？三 QQ 我 ignore 他了耶，真的假的？所以三 QQ 是你讲的那个耳男哦，滑鼠。低能讲话没逻辑，丑女可悲肥宅。好，我来帮你们，我在当你们两个中间的桥梁。我来让你们和好。看到人在后面，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来让你150掌柜后面母猪来狂妹嘴到玻璃心笑死心情好点呗原本好很多了啦原本好很多了这个东西只能自己调试啊可以听吗没事啊我自己调试就好啊我自己调试就好了等他妈跑哪去了哎好跑过去跑过去很近很近很近看到了是啊没补包啊要死啦真的都没补包欸好像他们都没有补包妈的对啊群穷人你呢你有补吗一个都没有对不对一个都没有啊来你来我这里我不要给他捡不用不用不用去杀人就有了走吧好你们两个有这么双深仇大恨吗要这样互喷听我讲一句啊人生就这么短啊喷完还是要很好如初啊因为人生就这么短啊可能偶尔我在玩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台是好屁哦超屁可是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啊人生真的就这么短啦、啊、你会去计较跟你会去在意的事情都是你将来就是时间一久了你会发现那些事情都没有意义啊因为人生这么短啦、啊、让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不能说自私啊因为现代社会就是这样啦、啊、现代社会的人就是顾自己啊，真的是顾自己啊！撞死他！哇！哇，一堆人嘞！开起来，开起来！哇哇操！下车打死他们！多一个！你拿连狙阿毛。好的。哦。那我们。干我没有补包、啊、好爽啊我被他打得差点差点为什么老板娘见大D B 两小妹揍老板娘刚来而已、啊、前面那个死了没在地上那个啊老板娘刚来而已、啊、而且他只是来看吃鸡的、啊、我如果给老板娘见你们又要追我了是不是这样说我如果给老板娘见给他丢吧了他丢吧了后面还有一个老板娘需要见吗老板娘不需要见吧那好送三枪倒了给我补包跟啊要死啦各位才什么都没有才第一圈才第一圈你要死个什么娘炮是不是干你看我血量他妈的这里也没有补包哦有了啊完了吃得掉啦第一圈而已应该不会痛吧我想要车票什么车票什么都没有哎、欸，捡个烟雾弹好了，走吧。你在吃了吗？聊天室前面都一把剑啊，对啊，我给你的。老板娘想要上车啊。是什么鬼伤害啊？哎呀，你们前面的尸体包都有捡吗？有。安安 Zavi 的 Zavi 的 Fall 好啦
三 QQ 跟三 QQ 跟那个滑鼠别再吵啦！我先补血，我没血。因为我开台，我是希望你们，哦，对不起，我开台，我是希望你们观众跟观众喷我就好，不要互喷啊。对啊，饮料吗？互喷的话会变得说，你开，会变得说烧起来啊，那聊天室会烧起来啊。不会啊，你的聊天室观众很可爱啊。这几天已经好几个多的子弹啊。你要什么的？5.56。别吵架，各位，放一首歌给你们听。78给你够不够？好，等一下再丢，等一下再丢。好，我身上全部都是狙击子弹啊，不然就真正拿狙击枪啊。OK OK。没有人，我还在这里下车。等一下，在前面一点。找一下那位置呢？3QOQ 的绰号就是那个啊，突击乱源啊。有枪声，很近哦，在这里。我要打他们。大日落，神奇不可到日落。丢子弹给我。大日落，这个时候不再神奇，这个时候不再神奇。在下面，两个在跑。不要生气，给魔鬼留地步。两个，倒了吗？怎么可能？三个，不要生气，留地步，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这后面跟书后面 OK 导一很好，右边防止一个跳起争端了，别跟老鼠一样狂到一半被嘴到会争车子抓他了，倒，剩车子在后面。好，走。仰望耶稣，加入你神迹，加入你神迹。仰望耶稣。倒，哎，没有倒。这是死了。啊？吗？这是死了没？没有。都打。好，换一首歌。听完不要生气，再听 Happy 好不好？我们来听个 Happy。这鼓包可以啊。爱听这首歌的人都没鸡鸡。他妈还有一只气哎！滑鼠哇！子弹。快乐宝啊！你看他就是很快乐啊，他就是勇敢做自己啊，就跟嘉华一样啊，对不对？要跑了，毒要来了。欸，你可以去开车吗？还是你有谁有空？开一下车。头在哪？方位。车不知道 N1 吧，应该。哦，他家好多帅哥哦，我也想要去他家住了。有吗？欸，没有啊。找一下，没有的话就跑起来了。开到哪了？哎，在这里啊！呀，我要找那个人的尸体。过来，开过我这。这毒有点痛。哎，怎么会有女生的声音啊？哈哈哈！对不起啊，爸爸，对不起啊。啊！我